这段影片要介绍的是如何用一只手指来放大缩小 Google 地图。你可以用连点两下的方式来放大地图，或是用两指放大缩小。如果你想用单指放大缩小的话，操作方法是点一下再迅速上下滑，点一下再迅速上下滑，点一下再迅速上下滑，就能用单指来放大缩小地图。